我们再把它张开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种腌瓜。那这个种子已经有预先催芽了，这个已经发出来了。那我这边这个孔位啊，有已经准备完成了。那这个芽我们小心拿哦，啊，不然怕那个比较脆弱，怕去断掉。我们都大概拿几颗啊，啊，换个两三颗下去就可以了，有时候多一点也 OK 了，到时候再筛选。种子放下去有点深度，那我们上面再追加一点土，不要盖太多啦，因为它还要出冒，还要冒芽出土哦，就大概这样下去就好了。因为哦，我们再这样下去哦，土是松的，你不要去压哦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压了，直接这样盖起来就好了。